么接下来呢，就要好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平常在电视上我们国光网上面看到的这几位呢，也是我们的 B9 女孩。首先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从这边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国光女神蔡小杰。蔡小杰，大家掌声在哪里？大家好，我是莎莎。耶，莎莎。Hello， 大家好，我是若隐若现的若婷。这个差太多了，再一次。Hello， 大家好，我是谁？娜娜。耶，是娜娜。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样是高雄人的娜娜。娜娜，耶。那我们可以请他们帮我送一支扇子给台下的人吗？可以吗？来，我们先请我们一号，你可以帮我送一个，大家给你一个尖叫声。你觉得谁嘴张最大，就帮我把扇子亲自递给他就好。你可以指名。好，来，所以这一位，你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我是谁？记得的有扇子。我是谁？我是谁？小杰。不整齐，再一次。这边的声音比较大，再听一次，我是谁？哎呦，直接点名了，你过来，他要亲自送给你。你刚有多大声？你的孩子。蔡小姐。耶、yeah, ，谢谢。那是第二位，来，也给你一个我们 Seven 蛇的扇子。大家的声音，轻轻喉咙啊。来，我来问一下我们二位，我们国光帮女孩，她叫什么名字呢？真的不对，而且你真蛮高的啊，他长得很高，来，有办法飞到前面来吗？我们少少亲自递给你，来，我们也给他一个掌声，谢谢。好，来下一位，哇，你这位尖叫声非常大声哦，哈，来，大家准备好了吗？来，你是？我是若隐。若隐，再一次听不见，叫叫。对，你都看到他喉咙了，相信我也看到。来，恭喜！来下一位，下一位我相信不用自我介绍了，对不对？娜娜，哎，可以整齐一点吗？他是谁？娜娜，哎，他们很伶仃大胆的哈。对啊，再一次好不好？哎，你们不要左右两边分派分这么明显。啊，拿相机的大哥们，你们都那个声音不借给他们，是不是？来，我来问一次，我们这一位是四号的国光帮女神，大家。直接来了，这个你很平均，男生女生的，大家不好意思，太那个了。耶，谢谢娜娜，来最后这一位，来拿给你。哎，还不用讲话就有人出声了，我们最后一位国光帮女孩是谁呀？哎，同样是高雄人，是不是要给一点高雄的热情？她是谁呀？有一点高雄人的热情出来了，有听到谁吗？再一次，他是谁？妈妈，你要看到谁吗？有某一边正前方这一位。谢谢。好的，我们这次 Seven 水果很开心，要让我们五位呢，是我们国光帮女孩里面的 B9 女孩，来，请你们五位合体往前一步。好，接下来给大家简单的。时间呢，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五位我们国光帮女孩五位同学合体的照片。同时要提醒大家，你们现在所在的舞台呢，是我们 Seven Z 的舞台活动现场。我们现场的 Beer 还有 The Beer Gold 这现场都有推出非常优惠的价钱，只要任选三瓶呢，马上可以获得我们纪念杯垫一个，所以欢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只要任选三瓶呢，不论是 The Beer 或者是 The Beer Gold 都可以换取我们的纪念杯垫哦。那有没有哪一边需要我们的眼神啊？我们从右手边，我们国光帮女孩右手边开始，来右手边。好，正中间。好的，最后就是左手边。还需要拍久一点的，请给尖叫跟掌声。好，这个尖叫跟掌声相信不够的，他们脚都开始移动了，需要再拍三秒钟的，给他们一个尖叫跟掌声。好，这个是狼吼，给你们两秒钟。